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呢，大家都在献计献策。台湾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呀？台湾拿起来之后怎么拿？两种拿法：一，用力拿，无力解决，武统；二，商量着拿，打太极拳的方式拿啊。在有武力也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谈判来解决问题，叫和统。不管怎么拿啊，现在假定我们是武统台湾，台湾解放之后，那赵小鲁律师有个建言，三项内容。第一项内容，要实行一段时间的军事管制，对台湾军管。第二条，要有一部法律统摄解放台湾的所有的事情，解放台湾乃至管理台湾，此后很长时间乃至台湾长治久安，要这么一个法律，叫做《中国台湾基本法》。第三，为了台湾这个地区的发展呢，他建议设立一个新的大湾区，这个新的大湾区里面包括福建、包括浙江、包括台湾，叫福浙台大湾区。福浙台大湾区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区域经济角度来说，数字经济角度来说，乃至从今天最时髦的元宇宙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应该引领风气之先，并且在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在世界上应该有前瞻性的考虑。赵小鲁律师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法律界的专门人士。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狼牙山五壮士赵小鲁，你知道人家大律师人家挣多少钱吗？义务的啊，完全义务打官司，对那些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人绳之以法，最终打赢了官司，并且由此推动英烈保护法的诞生。这得查多少资料，花多大的功夫啊！佩服赵小鲁律师。他过去呢，他是司法部派到香港去，而后在英国留学，然后大学里面教书。他这个法律知识和我们很多啊，学了几个法条出来之后就做法律工作那些人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并且这个人最大的立场啊，最重要的一点让人钦佩的就是爱国主义的立场。所以他谈台湾问题，他的这种思维不是一般的一个法律工作者的思维，他是用法律思维来对待解决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建言献策。最近在北京啊，紧锣密鼓的若干学者像赵小鲁一样都在讨论台湾拿回来之后，拿回来之前到拿回来之后，最后如何精准施策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各种各样的方案。实不相瞒，我都听了几个啊，赵小鲁讲得很好。然后他讲过，他说今年10月10号这个纪念辛亥革命啊，我们研究台湾的若干法律问题啊，我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继承辛亥革命之精神。那对呀，辛亥革命，现在蔡英文他就不敢提，他不敢提辛亥革命，不敢看孙中山的眼睛，要搞台独，你看什么孙中山吗？所以我骂蔡英文，我说他反革命，反辛亥革命，那个反革命，辛亥革命都反，辛亥革命之后你当然更反了。辛亥革命意义是什么呀？振兴中华呀，对不对？蔡英文你非但不振兴，你还分裂中华，所以你当然是反辛亥革命，那个反革命。赵小鲁他这个人呢，他干过很多事，他对台湾问题之所以了解比较深入，这和他在北京律师界最早代理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法律事务那有关系。他接触法律台湾的客户太多了，也交了一些台湾的朋友，特别是这几年通过受有关方面的委托代理呢，这个海南投资台商啊起诉刘生远明日香港股权纠纷案，对台商的情况了解更多。他曾经多次向有关方面建议如何就推进两岸关系，特别是如何争取台湾同胞的民心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很多法律上的意见和建议。从律师的专业角度，那解放台湾现在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啊，比别的事儿重要。很多人在不涉及法律问题的时候，觉得法律没什么用啊，但是一旦遇到问题了才发现，那你一招一式都要从那儿找根据啊，对吧？两岸统一最佳的窗口期弥足珍贵，时不我待，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赵小鲁律师他有个看法，他说大陆的14亿人啊，都意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不是现在不是有个说法叫做这个不可逆转之势吗？我们的是中华民族复兴已经进入不可扭转之势。那好，不可扭转，伟大复兴终于要成功，那标志是什么呀？从法律角度来看怎么看？
他说几条，他说一条是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经济上实现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第二条我们的人民正在进入小康阶段，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第三条孙中山先生的话叫做我们在史际上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第四条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然形成了中国发展模式，你承认不承认反正这东西存在，对吧，第五条老百姓生活不断增加幸福感，国力不断强盛的过程当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必须实行两岸统一，两岸一天不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不能算成功。那这些人说都跟我们一样，这倒没什么法律就专门常识是吧，但是他强最佳窗口期他特别强调，我觉得倒是有点意思，窗口期怎么理解，他说十八大以来，那我们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贪污腐败触目惊心的事儿，天天抓出那么多贪官，意识形态领域节节败退，30年的时间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已经步步紧逼，一段时间那乌云密布啊，中国坚决抵抗美国的极限打压并且取得胜利，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啊，至少有一段时间可能败于美国和平演变的政治风险，现在这种风险也不能说完全消除。我是觉得赵小柳作为律师有这个政治判断，那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站位和是很高的政治敏感性，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他还有个说法，他说十八大以来，这个我们的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树立英雄的信仰，弘扬红色文化传承，提倡四个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意识形态领域当中反腐倡廉，一系列措施，这事儿呢应该评价叫做挽狂澜于既倒，绝不过分。我也赞成，我觉得我们对这一点呀，我们很多人羞于讲出来，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很多人不愿意讲，但是这一点恰恰要给予充分的估计，确实挽狂澜于既倒啊，确实那个时候相当危险呀，确实又差那么一点啊，确实有些头面人物上来说话你就发现他已经被这个魂灵被鬼魂附体了，他说那话什么普世价值啊，什么独立人格讲的东西，你眼看着雅克夫列夫的调子，雅克夫列夫是谁你知道吗，苏联和平演变，雅克夫列夫在这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一个谁是中国的雅克夫列夫的事情，我说这话有人懂有人不懂，不懂没关系，但是中国在2012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有个老词儿啊，我们这个年轻人都熟悉，挽救革命挽救的，那是需要健康力量的，那是需要中坚力量的，那是需要抵住中流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不过说解放台湾的事儿，咱们这事儿不展开啊。赵小柳还有个观点，他说中国抗疫成功显示了共产党治国理政杰出领导能力还有社会组织能力，过去啊没疫情之前咱都觉着这事儿要来了美国肯定厉害，对不对，我们中国有一个有名的大夫不是天天说美国怎么怎么厉害美国怎么怎么厉害，后来发现老被打脸，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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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打舒服了没有，现在他不怎么说了啊。美国是有先进的地方，但是美国社会治理方面，美国治理能力问题，美国的这种撕裂的效应，美国政府里边若干个脑袋同时说话，若干张大嘴巴同时说话，他没法形成统一意志啊。美国在疫情当中这个表现，现在死了多少人了，75万多人了，4000多万人感染了，对不对，那现在相形之下中国医疗资源比美国差得多啊，社会发展阶段也不一样，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政治领导力和组织能力那就是比来比去真就不错，中国老百姓是承认这一点的，美国不择手段阻止中国的崛起啊，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国的决心现在老百姓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你就是不让中国老百姓过好日子，对不对，你所有的一切就是让我们给你们家打工，不让我们家的这个不让我们家这个日子水平提高啊，反而激发了美国人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对中国共产党和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热爱拥护空前高涨，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如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心民心军心高度凝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个时候拿下台湾还比这更合适的时候吗？赵小柳的说法我高度赞成。还有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
一条是时势造英雄，啊，时势造英雄的那一面叫做英雄也造时势，这是个辩证的关系。还有一条，就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读过列宁高度肯定的普列哈涅夫写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吧。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可以改变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局部的结果。如果不是现在，大家想想2012年之前那个时候意识形态领域当中那种情形，你想想啊，物竞天择那个什么什么锁是吧，什么什么周末，什么戏什么戏，乌烟瘴气，你发了个卫星上天他都说我没交税，我是纳税人，我不同意。你保卫钓鱼岛，他说那个东西又不长，又不长草，又不长什么东西，又不种粮食，又不能产石油，那岛有什么用啊？乌烟瘴气充斥这种说法。现在和那时候啊，此一时彼一时，大不一样。这个时候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有了很重要的思想的基础，社会变化的基础。赵小鲁还认为，现在呢，开始今后五年统一台湾最佳窗口期。历史基于稍纵即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在这个时候抓住历史时期，坚定不移完成两岸统一民族复兴大业。赵小鲁说了一大堆，意思就是说现在这时候正好啊，嘿，这时候怎么那么寸呢，正好叫历史窗口期。我同意他的判断，是时不我待，两岸统一我们奋斗几十年了，不可能再无限拖下去。很多老百姓都认识到这个接下来这窗口期的重要，民心所向不可阻挡。中国老百姓，你问台湾打不打？我告诉你，在中国，你把那最死硬的台独分子叫来，你过来，我们好吃好喝招待你，我就带着你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每到一个地方，在毫无准备情况下，随机人群，高铁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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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汽车里嘛，大街跳操的老百姓，好。小子你听着，老百姓我们就问他们打不打台湾，你就问素不相识的张王李赵，中国老百姓打不打，老百姓绝对异口同声打。干嘛不打？打你个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就是要打民心啊，民心所向啊，民心所向不可阻挡。所以傅莹外交部副部长在这个钓鱼台国际研讨会，外国记者问为什么说中国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你们凭什么说你们能够做到？傅莹轻声细语，我就这样回答你好吧，14亿人坚持要做的一件事，坚定意志要做的一件事，你为什么说做不到呢？是啊，这话等于说14亿人的坚定意志，那坚定决心还有强大能力，那台湾这事儿必须得解决。说得好，那如果在下一个五年，那下一个五年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判断，不具备和平统一的条件，和平统一受到拦阻，蔡英文照样在那扑了蛾子一样在那煽动，你没法实现和平统一，那怎么办？武统台湾将会成为最大选项。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说公开明确的提出，解放台湾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要求，统一台湾那合同不行，那就武统嘛，军事上没有悬念。这件事儿，我遇到那个对军事有点懂的人，我有一帮朋友，因为我水平低，我说他们的名字好像我巴结人家，好像人家也觉得我赖了吧唧的，老假装说我认识，我确实认识一大帮，包括那些著名的什么军事评论员，按他们的说法呀，就是美国武力干涉，美国真的派兵来，不是现在派35个，你派3500、3万5来，没有办法阻止中国人民武力解放台湾。解放军关于武力解放台湾70年练兵，切实沙盘推演，各种各样可行的计划，没问题。赵小鲁也不是谈这个问题，赵小鲁谈的什么问题？赵小鲁谈的是作为法律人士，从法律层面解决台湾问题，应该呢从哪些方面来做考虑？他提出自己的思考，我觉得蛮好的。我上一期节目跟大家讲了关于这个新的大湾区的设立啊，福建、浙江、台湾大湾区设立的问题。
中国台湾基本法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解放台湾要有差不多3年左右的军事管制时期的问题，我觉着这都是非常有创建的，而且非常鲜明。法律工作者他问题就概念比较清楚。那现在不是依法治国吗？依法治国，那解决台湾问题是不是也要依法？当然要依法，依法治国，解放台湾以后万事这个待兴，但是也要法律先行。首先我们要对台湾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个大概的了解。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说台湾的法律基本法律框架还是老蒋那个时代的六法全书体系。所谓六法全书，就是宪法呀、民法呀、刑法呀、民诉法、刑诉法，然后还有行政法，六部基本的法典构成那个体系。六法全书这个东西啊，实际上老蒋在败退台湾之后，在当时中国大陆带到台湾的那整套法律，围绕六法全书还有一系列的基本的规则、司法解释、判例，形成了台湾的六法全书的体系。这东西在台湾搞了这么多年了，但如果武统台湾，对台湾的法律制度啊，就应当全面推翻，有取有舍。到底是全面推翻有取有舍呢？当然这事儿由中央说了算。六法全书这个东西，我稍说两句啊。国民党时期，六个部门的法律汇编，学界有不同说法，主要观点有两种：一，这个民国初期有什么民商分立啊，六法有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民诉法、刑诉法啊。到了1929年的时候，立法呢采用民商合一原则了，六法有宪法、民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啊、行政法，后者是学界的主流的观点。那六法全书是老蒋统治人民的法统啊，所谓老蒋的法统就是六法，六法全书为代表，365申敦促各省各市县啊，到处是教育。山东当时任山东省主席的，就后来战犯管理所表现不错，王耀武，哈哈，王耀武在省直官机关报上自己啊，我说六法全书，六法全书，号召各地来学习，我先把学习体会讲给你听。啊，这王耀武叫大家学习六法全书。六法全书在这个旧中国的时候应该说有一定的普及度啊。当今世界所谓法系两个，一海洋法系，英美为代表，大陆法系，法德为代表。这两大法系在全世界的影响大致各占一半一半一半，海洋法系、大陆法系。大陆法系的基本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可以简称六法，我们是大陆法系。所以六法全书的名称实际上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乃至苏联的立法也都包括在内。中国现在呢，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本的、为基础的建构的中国的法律体系。那当然，台湾回国之后，啊，台湾回归之后就应当用我们的法律延伸覆盖整个台湾。但这个过程什么样？那赵小鲁有他自己的思考。他说，98年的时候，他司法部派到香港工作，香港干了2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司法制度和律师制度，后来到英国留学研究英国的判例制度和这个律师制度，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一同演变。最近2年香港战中导致大乱，最后呢港版国安法落地导致大治，香港的司法制度正在进行去殖民化的深刻变革，整个全过程他作为参与者，他说在里面他理出一个道道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台湾和香港的法律制度啊，和文化不太一样。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我们制定了香港基本法，但基本保留了英国在香港的刑事民事诉讼的法律制度。那如果台湾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呢，怎么办？可能也要仿照香港的前面这个例子，保留台湾除了伪宪法以外的基本的法律制度。那如果武统台湾，那基本上不可能实行香港一国两制的模式。既然武统了，那叫什么一国两制？那叫一国一制，对不对？一国一制，所以很多人都设想，台湾将直接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台湾的军事政权啊，军事权、外交权，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直辖，行政权、司法权也中央政府直接行使。由此，统一台湾之后的法律制度，在顶层设计方面，将全部体现中央政府的意志。一国两制你不愿意吧，对吧？那好了，一国一制好了。那敬酒不吃吃罚酒也不能叫罚酒啊。那台湾人民享受大陆改革开放的红利，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台湾的这个党政军所有的部门，台湾的所谓的宪法呀肯定明令禁止。
一个国家不可能两个宪法，对不对？台湾的所谓宪法是一部什么宪法？伪宪法。毛主席早就宣布废除国民党的伪宪法，伪宪法代表的是伪宪统，这就从政治上为我们考虑台湾的法律制度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就是你所谓的六库全书到岛内的法律社会制度一概啊不能沿用了啊，必须由中央政府遵照中国的宪法，参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制定新的法律制度。从台湾那个所谓六法全书的内容演变来看，台湾呀，它的民法诉讼法基本上是法国和德国的民法典，包括吸收了一部分日本的民法典的内容，属于大陆法系。中国学者都主张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不能再划分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也有一点意思，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的法律制度既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积极因素，表现形式法律渊源还是更接近所谓大陆法系。这期我先说到这儿，下期再跟您说，再见。